可算到了，明天你说爸爸啊，跟他说过呀。他带旅游服来杭州，门太的人都看他，都看他呀，都看知道了。你别介事啊，我不合计东北冷，杭州也差不多吗？不拉了我，人家都穿半截袖，擦边溜的。对不对？对对，我要穿半截袖。不行，杭州早晚温差大，你们都穿点啊，别感冒了给我添堵。放心吧，我早有准备，今早就感觉鼻子有点堵，还好我带了999鼻腔喷雾，直接拿起来一喷就行，方便好用。顾着你自己的是吧？咱闺女你都忘了吧？那咋能忘了呢？堂堂的小儿999感冒颗粒我都带着了，算你干得漂亮啊。你穿羽绒服，你要五大区啊？那你怎么也穿呢？我不合计东北的一天冷，这杭州也冷的吗？一点成绩都没有呢，不会看天气预报啊？对不对，爷爷？对对。我呢？我啥我？你要不